观众朋友们，看一下我的两点钟收看《九四要赚钱未来事件部》，我是晶晶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台股的大盘，果然跟我们专家讲的一样哦。因为昨天全市场，大概应该只有我们专家跟大家提说，今天应该会涨的几率很高，果然开低走高。刚刚在这个录影之前，就有人说，是不是要拜拜一下哈，再加准呐哈。那今天呢，这个个股的部分，还有期货的部分，像是广达期货的部分，老师昨天特别讲说要续报，所以今天一样是大涨，赚了不少。但是还有没有像这样子的可以去追踪的呢？赶快请教我们的专家，华信证券投顾总经理谢文恩分析师。我一再跟大家报告，其实在我的人生，我现在已经找不到任何的挑战了。基本上，我稍微修正一下刚刚晶晶的讲法哈。我昨天是跟你们讲说今天会涨，我没跟你讲应该。好，我讲会涨，直接讲会涨是肯定句。对，我说会涨哈，两种模式，一个是直接跳空开高，来到16383888之后 tumble， 那另外一种呢是开低，然后往下杀，震一震之后再往上拉。好，其实哈，我们操盘人哈，其实分为两派。对啊，你就是操盘人呐。我的会员每一个都说我是操盘人，你就是啊。好，我先讲一下我们操盘人的过程了。我们操盘其实分为两派啊。那晚上的话呢，我们当然会赖，那当然能碰面吃饭就碰面吃饭。然后我们有分为鸽派跟鹰派。哦，有分，对，我当然是鹰派啊。拍谁哦？我昨天跟你讲哦，如果说是我操盘，我一定开低，然后杀，让你们全部最后一只蜜蜂全部挂，震一震之后就拉，把空间震出来了。对，结果呢？因为今天不是我值班，所以不是我操盘。好，不是你值班。对对对，我讲这个，今天不是我值班，他不是我操盘，所以说他今天是鸽派操盘。OK， 好，结果来看心路历程了。今天早上8:47，一开盘的时候，许英有看到哦，你 Telegram 都有看到哦，都有看到8:47。结果我就赖那个操盘人说 ，Really？ 你要玩这套吗？好，来哦，再一遍哦，我昨天已经跟你预告。今天就是会涨，到底是跳空开高还是开低，我不在乎，反正今天就是会涨。好，那既然呢，你主力心态它是多，来第二件事情哦。基本上哈，我每次来三立被人家拜到我也很腻了啦。那好了，刚刚每次晶晶都说，你到底开什么车？没有，因为晶晶都比我早到。然后呢，我们摄影棚在一楼，看靠，要怎么看到钱啊？看这，老师，哇，看老师，你是怎样？你是把。没有，藏起来，把家当放在身上。没有，我们家当，家当太小了哈，不可能。那天你看到是一个他妈的 B 的车子，千万分之一的家当放在里面。你们看不到，导播也不用放大了。每次说我的老师，你的车怎么吵？废话，马当然吵，好不好？马被人家追的时候当然会吵啊。我现在按，搞不好我等下吓到你们警卫。在外面，灯有灯亮起来哦，灯亮起来哦。好，第二件事情哦。被人拜已经习惯了。如果没有再强调一件事情，为什么你们要来找我？如果我是跟一般投顾老师一模一样，看到昨天外资砍了300多亿，拍谁？我录影的时候，我根本不在乎外资买还是卖。好，经纪人就说你更不在乎外资。啊、我跟你讲过了，外资的数字是我填的，好不好？我要他买就买，我要他卖就卖。你有去问 Morgan Stanley 吗？你有去问 Goldman Sachs 他今天是买是卖吗？这么多外资还包括陆资。但我填的就好了啊，干嘛还要买还卖？主力心态空，你就填卖，主力心态做你就填买嘛，这么简单。好，来哦，今天再给大家看一个更神奇的事情哦。如果说是我个人独享啊，我的会员独享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来看清楚哦，这个是我们的 Telegram 和 PRO 1018，很多人说小时你为什么不发 Line？ 你当我白痴哦？发 Line 要钱呢。Telegram 不用钱呢，发赖要钱呢。Telegram 不用钱呢。今天早上9:44哦，我告诉我没有，我在8:47的时候，我就告诉我的会员吕林，9:44的时候，我在你们 Telegram 我也贴我的 call 讯，然后贴我的主力心态。9:44，当时阅读的马上有600人，马上阅读哦，因为他们知道会错过。好，来开始了，看你敢不敢玩嘛。很快，基本上我的做法，我先给大家看我第一张 call 讯哦。第一张 call 讯在8:53的时候，我就跟会员报告说呢，我先设停损，好，先设停损，因为你们不设停损，要拎到哪集？好，我先设停损，60分钟跌破198。那既然我已经设停损的时候，我218，还有198，还有167，全部做多，好，全部做多，因为你再看一遍哦。他码的这么大一根是昨天的10倍，是昨天的10倍到20，这 PM 盘嘛，这 PM 盘这边他就做多，结果昨天今天早上第一根既然是 PM 盘高达将近20-30倍，那当然赶快抢，好，抢一趟完之后再抢第二趟，
哎，我主力心态空，我未必会全力放空，因为我手中有多头的部位，我讲得很清楚，我所谓的多头是来自于股票，因为我不想沦为一群没有出息的投顾老师，跌的时候跟你讲期货大赚，然后涨的时候跟你讲股票大赚，我这一个人是言行一致。好，这是为什么？有时候我在放空的时候，我跟大家报告说，我说我的空穴发很清楚，两个户头，两个户头，两个户头。对。可是当我是一个做多的老师，当你遇到主力心太多，你不逮到这机会逮什么？因为你以为是冲上去掉下来嘛，不用去管。来看清楚哦，241到255，还有200再买，这个没成交，这个又中又中，看到没？第一个江波图在这边，第二江波图在这边，这样加起来就232点，还没完。好，来开始了。主力做手的操作，它是架构在价格的一个所谓观念。我建议大家啦，我的会员哈，每一个人都好爽哦，他们都说谢老师啊，能不能用礼拜六、礼拜天开盘呢、啊？基本上赚钱这种东西，赚钱这种东西对我来说真的是太简单了，因为当你拥有的一个所谓主力心态，来，我们快速回顾喽，来，这个几个礼拜前呢、哦，赚830点，赚80%，然后这是赚最少36%，然后上个礼拜，上礼拜最简单，上礼拜2、3、4、5。连续四天，主力现在都多，好，所以说我一路买，所以说上个礼拜我总共赚了1070点，总共获利高达1倍。你20万，帮你赚20万；你100万赚一半，赚100万。好，今天这个礼拜哦，这个礼拜呢，台北股市它是架构在外资大卖，可是问题就八大关股行库每天买，所以说这一个礼拜从礼拜一一直到礼拜四，好，到礼拜三，礼拜三拍起来跟我们聊，礼拜三。每天主力心态都两色，有救就没有就没有了。主力做手95%的时间，一天就是个非常简单方向。可是他当他两色的过程当中，我请问各位，我做多么赚钱？我做多么赚钱？有，来看清楚哦。礼拜哎 ，PM 盘暴跌 ，PM 盘暴跌。不过这边我还是跟大家描述，再强调一件事情，拜托你不要再问同样的问题哈、哦，不要再问我说谢老师你是不是政府基金操盘人？你看我的预测就好了啦，那也不要再问我说谢老师 啊，我只能用手机啊，我手机到底能不能看到 PM 盘？我再跟大家强调，手机因为容量太小，我都已经是拜托。我举个例子好了啦，我的你们不知道我的 computer science 多强，华硕第一名的工程师功力根本都不到我的一半，连我都没有办法把 PM 盘的软体写到手机里面。老师为什么没办法？你要问你们台湾政府啊，你 PM 盘交易这么长干嘛？你懂我意思吗？从3点到隔天凌晨5点呢、欸，这比夜字盘还长哎、欸！我写进去，你的手机会爆掉。如果说你手机里面把那些社群图片全部删掉，色情图片哦，全部删掉的话，写进去。好啊，如果可是问题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把色情图片删掉嘛？好，来看清楚哦，来 PM 盘暴跌。暴跌，因为他在放空，他在放空。不过我们现在有二合一的专，就等于说呢，你拿到我们的，反正你只要一次入会哈，我们给你手机版还有 PM 盘的一个两个账号，手机版跟电脑版账号。所以说呢，你可以在白天使用你的手机看主力心态，然后晚上的部分的话呢，你可以用你的电脑。对，那可是你觉得太麻烦的话呢，你就跟许金一模一样，加入我们的 Telegram。今天早上8:47，他有看到，好，加入我们的 Telegram。好，开了滚，里面自然就有。好，来开始哦。就这礼拜呢，开始上下震荡，上下震荡嘛。好，主力现在有多有空，好，有多有空，就在有多有空，就第一，礼拜一赚30点哦。然后呢，跟大家预告收盘小于一个所谓的 AC， 然后礼拜二暴跌，然后跟大家预告收，你就说礼拜二没出手，收盘小于一个所谓的 AC。礼拜三我们赚了60点，第一趟，第二趟我们成本赶快绕跑。那问题来咯，为什么我知道我成本要绕跑？老师，你没有种，你不敢去赌 FED 的决定。错，因为我看到主力心态从红色变绿色，红色变绿色，我本来就是一定要绕跑成本，绕跑嘛。那绕跑完之后，既然主力心态它是个标准的空，我请问各位啊，礼拜三的 PM 盘全投顾全部输到脱裤子，好爽哦！礼拜三的 PM 盘，也就是在1:51的时候，我告诉我的会员620到624放空，结果呢？哦，美国99%不升息，结果 PM 盘先往上急拉，我们放空，好，因为我在1:51的时候就跟会员预告620到624放空，好，620到624放空，结果呢？这样子有没有很轻松，一口气赚了400点？好，继续讲完哦。再教你一个诀窍，因为昨天有一个会员，他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我快笑死了，笑死了。
你昨天跟我们讲说台北股市今天会反弹，为什么原因？因为你说因为台指期货的成交量出来了。是，可是老师你不是没有看成交量吗？我跟你讲今天我们在打战的时候为什么要丢烟雾弹，要叫障眼法。对对，因为我不能跟你讲我们今天我们政府要倾巢而出，我不能这样跟你讲吗？我不能跟你讲吗？所以说我只跟你讲成交量嘛，我只跟你讲成交量，没有没有南宫站的哦，我说政府要倾巢，我没有跟你讲说我是政府哦，我不能跟你讲说我不能跟你讲说中华民国政府或台湾随便 whatever you define I don't care I just care money，我不能跟你讲台湾政府要倾巢而出，我只能拿成交量出来背书，会一定要听得懂哦。虽然说我们的课程没有在教你成交，谁让你有成交量？成交量有屁用？成交量能够用？我告诉你昨天加权股价指数 OTC 下杀，完全没有成交，有多少投顾老师告诉你呢？而且昨天融资减2亿而已，他告诉你呢，至少台北股市要杀三天，那你就放空嘛，你到尾盘就挂掉了嘛，你不用管杀不杀三天嘛，等于说你。针对行情的一个所谓规划行情的看法，你要无时无刻修正。老师，我没有修正，没办法修正，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前因后果，因为你根本没有主义心态。今天如果是我值班，他马上就好玩了。没有，我跟你讲今天如果我值班，台股至少涨300点。嗯，今天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只要这一刀一杀下去，只要这一刀一杀下去，就全挂，全部逃难，全部放空。这样今天早上300点，结果让鸽派值班，他跟我捋离，直接给我玩这一招，说直接给我玩这一招，好啊，来啊，你要玩就玩，来，主题太多，来开始喽，算喽算喽，总共你刚刚所看到低空扣讯132点嘛，132加100点，总共是230点，今天还没完哦，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心狠手辣，看清楚，看清楚，看清楚，10点46分，10点46分，297到285，再买，来再看一遍哦。等于说呢，我们的多单我从198买，198买，然后呢241到255买，241到255买完之后，我297到285，285还穿价成交再买，拍谁？你也只有三通而已吗？还有第四通，第四通，我等下贴给你看。我今天总共发了4通，都是买，一路买好。来，我算3通就好了，算3通就好了。这样3通加起来呢，总共232点，再加50点，总共是280几点。好，一天时间我就赚280几点。所以说呢，如果说呢，我们开始加喽，等于说呢，30、60是400，400是放空的部分，你们没做没关系。可是问题，我昨天跟你预告，今天会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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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而且今天早上我在9点14分的时候，我就免费跟你预告 Telegram 这单攻占，这不能诈骗嘛。这 Telegram 里面9点14分，我还赖给你们，你们600个人马上读，你们根本不敢做多，因为所有投顾老师昨天给你洗脑了，因为昨天下杀没有成交量，所以台北股市要再跌100天。啊，干的好没有出息哦！上个礼拜我台北股市收最高，每个说17,000、18,000、23,000、40,000、50,000、60,000，干，那你老总去哪里了？不是操盘人哈，就回家睡觉了，不然我怎么会跟你讲说？等一下会听到重播带的，我总会跟你讲说我买广达还没出，今天最强是谁？最强谁？华硕、伟创、广达、技嘉，老师都涨啊。广达涨多，恭喜会员哈，这个礼拜又77%，真的是赚翻了。来来，你们哈不要这边靠腰，甚至于很多观众说小事啊。你能不能下次你在你们的族群8点47分贴的时候，你马上呢也在我们的免费的族群直接贴。基本上我这个人呢我是 OK 啦，反正只要你们能够赚钱，你们看到我会拿香出来拜，我就觉得很高兴。可是问题呢，我还是要带会员，我有我的责任跟使命，毕竟呢这他们是有付钱的，所以说呢，可是该让你们知道，就像今天9点14分，你们不用等到非凡新闻台，非凡新闻台几点几分？非凡新闻台是12点40、40、50分呢，拍谁哦，晶晶啊，当时台指期货在325，对，结果收盘收345，你看到这一个东西，你试驾去买进，你看昨天大盘主力心态空，一路杀杀杀杀杀脱裤子，进来一个跳水之后，心态马上由绿色变红色，绿色变红色，绿色变红，绿色变红，6666666红色。你现在赚4000块，你不知道验证吗？你之前参加投顾老师不都骗你吗？
今天每一个投顾老师跟你保证啊，一定又有24.9金元店。反正今天什么股票涨哦，今天每一个投顾老师都有前顶啊，潜水顶啊，因为今天前顶涨停板336上全啊，细光子概念股啦、啊。你们 ，OK， 那你们的事情，那你们的事情，来，来解盘，321解完，好，解完了，今天讲完了，看你讲完了，干这有什么好解的啦？哎，广达今天收盘大于空方防守价，会不会让 NVIDIA 收盘也大于空方价？如果 NVIDIA 收盘大于空方防守价的话，那礼拜一就是开高走高，就把你一次干掉当肥料。讲完，好，干好快哦。如果来，如果去，在这里再来不排除吗？好，然后来讲股票，广达八百万就不用讲了。所以说哈，我还是老话句哦，你们114个礼拜，我不知道你们达成多少心愿呐、啊。就像呢，我们最近来一个新的助理啊、哦，他每次都跟我讲，哎，谢老师，哎，为什么在这边上班哦，每天都过好快哦，而且一个礼拜又礼拜五了。对，当然啦、啊，每天都在赚钱，连我会员他妈都不想放假了，说干了，老师，我们因为礼拜六、礼拜天叫台湾政府也开牌，反正赚点手续费嘛。基本上哈、哦，你只要每天充满着快乐，充满着惊喜，你就觉得是人生真的每天过得好充实、好快乐、哦。嗯。那么广达部分哈、哦，我们就不用再提了，800万帮我作证哦。那800万之后的话呢，不管包括235的智邦，因为我绩效太多了，我没有时间让你验证。智邦我们赚了4只涨停板，249金元店我们赚了3只涨停板。金元店赚完之后呢，我们赚了什么哪只股票？金元店之后6285起基，好，来起基我就慢慢讲了哦。基本上哈、哦，这一个礼拜我陆陆续续，我在节目当中我跟你讲，不管包括58中美金、3014的联阳，我出量，对对对对。那我昨天呢，我的标题我写得很清楚，我说6285的起基也跌破多少价？对，你现在看哦，我的广达不是广达起哦，广达我可以大赚800万，我做股票我没有做这么短哎、欸。我是做到当它跌破多方防守价，这个观念我在节目当中讲了 N 遍了，讲了 N 遍，讲了 N 百遍了。好，当它跌，那会员问好笑、哦，老师，看啊，你们政府你没把它撑住哦，错，拍谁？期货我们政府来处理，股票是公司派的，还领导哪级啊？那公司该做的事情呢、啊？干我什么都帮你们撑。哎，你当政府基金，你知道今天尾盘政府期货卖多少口吗？我们早上买的，他妈的尾盘就倒掉，没有他没有，我是说政府，我不是说我的会员，我的会员当然有多单，我是说政府，为什么？因为政府的基金它叫做杯水车薪，昨天讲强调过，它等于说它是子弹，它不像外资这个破击炮一样，嘣嘣嘣嘣全部乱炸，所以说它会赶快把它收回来，那如果大跌的时候，它要进场去买。这政府基金它的操作方式它是这样子，那你说股票部分不是我在控制的。我只能控制部分，我只能苦口婆心告诉公司派说，你们不要给我跌破多方防守价。可是公司派回答我啊，大盘行情不好啊，局势不好啊。对呀、啊，没关系啊，没啊 ，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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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，OK， 反正 OK 啊。来，起基哈，我干正也赚翻了。我们从95.4，来119、129到131，我们都在买起基。所以起基我们赚了1.2倍，然后联阳的部分我们赚60块，反正我就跳快点，跳快点，跳。来，先看我今天空去哦。今天早上9:05，起基利用几拉开始卖，利用几拉开始卖。我昨天 no 再一遍哦。好，我广达我卖261，广达最高就不要拿起基当例子的。261，对啊，起基卖282。没有啦，我说广达最高282。我卖261，我卖261，拍谁啦？我不用骗的啦。很多投资老师很好笑，前天在给你介绍起基，结果跌下来的时候呢，用个卖不掉的 call 讯告诉你说他起基卖最高，那种下贱的事我真的做不出来。我是先跟你预告，所以说我不能上一般的投顾节目，因为上一般投顾节目之后呢，我被投顾老师打死之后呢，政府会来帮我盖国旗，太麻烦了，你知道太麻烦了，你知道吗？谢老师不能死，我这样上投顾节目，其他投顾老师收到会员哦，你留点饭给人家吃好不好？就像我今天 Telegram 贴一个很好笑的哦。今天有一个网友问我说，某某老师在飞盘都在介绍或东升介绍什么股票，他问我的看法是什么，我只给他回答几个字，我不挡人财路，那关我屁事、你要跟就跟嘛，对、你要跟他们介绍股票就是没有成交，你要跟就跟，没有，我不挡人家财路哦、我真的不挡人家拿财路干嘛啦，那是你们自己做判断的好不好，我跟你讲过连线节目你只能看，我其他都不要看，你就被害死的啦。纯给你介绍6168红旗，结果收最高，今天红旗大跳水。没有，没事没事，我不挡人家财路，不干我事，不干我事。好，我昨天已经跟你预告完起基，我做股票都在涨股票就卖，就卖，先开始卖，开始卖，开始卖。老师，你为什么不全出？今天大盘主力现在多，好，来继续哦。主力现在多，来直接给你看答案了、
基本上我们现在服务哈，真是标标准准的无远佛切，你知道吗？还好这些杂事不是我在做。你等我说，我干完有十分钟了。你大神不用做这件事情、啊。当然，没有。可是我下指令， okay, 我下指令。好，等于说呢，我们现阶段的话呢，我们手机有大幅度的升级，因为要弥补你们因为没有 PM 盘的缺憾。好，你们没有 PM 盘，而且你们也没有个股期的缺憾，因为真的容量太小了，所以说我们的讯息会写得很清楚、很明白。等于说我们还会直接发指令，好，即时买进的业随部分，不管包括一五零四东元、二四九金源店，好，啊，今天金源店有成交，好，今天成交，好，老师要买回来，先不要管，我已经先跟你讲。那我今天跟那个四岸连线的时候，我在比较这两只股票，我说金源店比较强，因为金源店收盘大于框框价。好，讲完了，空间怎么样？都不用造假了，不需要造假。好，来看你们最爱的哈、哦，日子过得好快哦，我不知不觉哈、哦、跨入了股期，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、嗯，我很高兴呢。我们广达261出掉之后，我在现股的部分就放慢，可是股期的部分我还是积极操作。广达期的部分的话，我们获利应该已经超过快要三倍了。好、哦，怎么做到？来，一个多礼拜。哦，没有一个半月，这是第一次跨入，哦，第一次跨入就赚了1.3倍，因为那时候的广达期拉高结算，所以呢，帮我血耻，礼拜三血耻，那哎，那好像涨停板，那样涨停板，对，礼拜三印象深刻，对，啊，结果涨停板之后从此没高点。好笑哦，超好笑的，帮我血耻一下，你要慢慢261、哦，然后资源好，资源就不多提了，资源已经赚到哎高达将近一倍，我们最近来跳最近跳最近哦，然后之后呢这几月几号忘记了，然后广达期我又赚了两只的涨停板，然后两只涨停板之后是什么企业会忘的哦，广达期我又赚了两只涨停板，好，那精彩在这里，接下来来哦。这三只，礼拜二的时候，广达期往上急拉的时候，我出掉。我出掉的业随过程当中，我出掉，等于说，我919，我去买广达还有长荣的期货，结果呢，920当这两只往上急拉，好，我就已经广达期位，你不要你搞混了，就哎往上急拉的时候，223的部位我们全部获利卖出，可是获利卖出之后，我马上挂220到217买回，好，两个问题哦。有的客人问说：“小石啊，哎，那个啊，长期不讲了，长期赚65%了。那有客人哦，这长期当时急杀买资讯哦。然后有客人说：‘哈，小石啊，你那时候你卖掉之后呢，你为什么不反手放空？’哎，讲得好，这样问得好哦，因为杀尾盘。而且来，我们现在听个笑话，听笑话。好，那怎么每个人都神嘛？每一个人都是虎头蜂嘛？每一个人的针都不会断呐、啊？我挺准会跟你讲，好来。”那拎刀逮鸡，挂掉算，那你的问题哈、哦，来，然后呢，广达，我们昨天赚了三涨停板，绕跑完之后，哎、欸，来哦，好，这通扣讯哈，如果昨天我没秀你看哈、哦，我头都还给当你做，我绕跑完，哎、欸，我出很高，结果我挂220到227买，干又买到了，因为杀尾盘，对，杀尾又买到，对，哦。老天爷真的很保佑、哦、今天广达很强哎、欸，好啊，今天很强，对，哎、欸，好，开始接广达哈，然后长啊，然后长，好的，开始接广达就没了，没有，那昨天广达跌的时候，我有闪跟躲吗？很多人他是一个 chain reaction， 我的节目是2点钟，不是下午5、6点看了外资的数字之后，这边看你说故事。对，我昨天2点钟先跟你讲大盘会涨，所以说呢，我就知道广达会涨、所以说它是没有。你说老师啊，可是我买的很奇怪的股票都跌，那是因为你买那奇怪的股票。我们八大关股行库互不互联奇怪股票吗？不可能的，不会。你想太多了，对，好，所以你打电话给哎，你们自己公司要处理一下好不好？我们期货都已经进去按啊，好来。开始处理哦。哎，长期呢还没买回来，长期我们赚了65%。那长期的话呢，得说你是要利用急杀买进嘛？好，来开始直接讲广达，没时间管你长期了。昨天讲的，结果到今天呢，我们总获利呢高达25%。我还是强调一件事情哈、哦，其实我欣赏期货的部分的话，就投顾老师来讲话，很好讲，因为来我再一遍哦。
很多人说不会算，你哎，你广达来来来来，我广达呢，我买在二一七，我买在二一七的话呢，代表一张你要21万，对，可是期货的部分你按个按钮是2张，嗯，所以说21万乘以2你要42万，可是42万它的保证金怎么算？正常的股票，正常广达、台积电啊，什么华硕，好哦，长荣叫正常，乘以0.13。42万乘以0.13就要的保证金，那么，0.13就要终值，可是广达保证金只要7万多块，因为政府定义它是正常的股票，它不是你那些妖魔鬼怪骗子投顾老师的股票。对，好，所以说它保证金7万多，那等于说呢，我广达呢，我买在217，然后今天到227赚10块钱，10块乘以2张嘛，所以说我总共赚2万，2万再除以7万块的保证金，就赚了21%，简单吧。所以就投顾老师啊，拍谁啊？投顾老师不会做这个的，没人懂这东西啦。好，就我的角度，我很好上节目，要广达新闻赚3倍的，你100万的资金到现在变400万了，一个半月时间100万变400万了啊！之前广达赚800多万有没有很简单？广达是6月21号130块买进的嘛？好，啊，我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我还是欣赏这个东西呀。没有，会员很可爱，你知道？金金你知道吗？会员为了给我对账单，干嘛七早八早有这样赶快跑？哦，你们干嘛啦？你们到底在干嘛啦？赶快跑以后赶快给你这样。老师，我大盘会跌了，每个老师都会跌了。我跟你讲说，其他多老师不要看呐，其他很可爱呀，你会我快笑死了，很可爱，你知道很可爱。没有，因为如果他1:40给我对账单，我没办法抛，来不及嘛，来不及。不是，我不是要让大家看这个12000啦，我是要让大家看得很可爱。手续费跟交易费啦，对啊，30块，交易税12块，手续费18块的，30块钱。对，那广达你买2张42万，手续费多少？没有，我不知道了，因为我不能做了。对对的，我不能做了，我不能做了。看你们会真的很可爱，你知道吗？真的。没有，会说老师啊，卖掉怎么办？卖掉怎么办？有赚就好了啦。对。没有，卖掉怎么办？卖掉，来，再一遍哦。这个是昨天哦，昨天我预告，不是你，我跟你讲哦，你要卖哦，这昨天今天我没盖牌吗？没啊。你要卖也卖226.5嘛，对，你卖也卖226.5啊，你看你为了给我追到单，你大早卖要干嘛啦？神经病哦！好，来，好，继续，来继续哦。好，所以说会算的哈，9×2万等于18000嘛，我算9块钱就好了，再除以71000的保证金，所以说赚25%。哎，今天再算一遍，再算一遍啊，9块钱赚9块钱啊，9块钱乘以2000嘛，因为我一个按钮它是2000，然后2000的话是18000，18000除以71000的保证金，所以赚25%。好，来继续哦，准备按赞的啦，真的啦，我的节目你要按赞了，按赞了。我问你哈，我问你一个小学数学问题哈，广达今天收盘好像比这个数字大哎，227.5。按赞，按赞，好，227.5。答案出来了，厉害。是，对，那厉害后面等于空头挂了。啊，好，那这样就可以多头来了吗？好，还没讲完哦。好，现在唯一的变数还是 NVIDIA。Yeah. 我可以直通黄仁勋，可是我不喜欢做没挑战性的。行情你要随时修正。现阶段我发誓，我告诉你，如果单纯就形态角度，空头。现在是空头，我还是老话一句哦，这空头，这空头，空头，空头。好，我问你哦，回到上礼拜五，上礼拜五收最高，每一个说多头，结果呢暴跌，每一个变空头。那主力会再玩一次，再玩一次。当你们认为空头的时候，它要多头，变多头。怎么处理？来，这边写一串股票哈，207114576，对，不是靠腰的，干今天没放靠腰啊，今天没放21号的啊，21号，二十二号，快，我们等你，看22，大家很想要知道关键价，关键价麻烦你去非凡的脸书或你自己啊，没有，直接截图对，不用啦，怎么笨啊，许金你很可爱，我现在打到非凡脸书。来，到非凡脸书，到非凡脸书，对，非凡脸，干嘛帮非凡做生意？非凡有给我钱吗？不然你每天都会帮他做生意。不是，他一直要我去上节目，我就不爽啊！你要我上什么节目？我说你开58的话，我考虑看看，你懂我意思吧？你们记得要帮我铺红地毯。然后呢，他们说他58不可能卖了。来，好，我念给大家听哦。好，来，2382的广达220，然后2449金元店75.6，然后2376技嘉270块。好，什么意思？关键价记起来。如果礼拜一开盘直接开在这个价位就嗝屁了，快头头死。对，就跟今天一样，不能直接开这个价位。对，我讲得很慢哦，我他妈的没跟你结巴哦。
今天收盘大于 AC， 是又给多头一个非常好的机会。再一遍哦，嗯、收盘小于 AC 代表不是盘就是跌，收盘大于 AC 代表不是盘就是涨。就是涨，对。你当然要涨，你盘个屁呀、啊！你盘个屁呀、啊！不知道他说啊，盘你要打掉给黄仁勋呢、啊？黄仁勋说我在卖股票，我自己他妈他去拉股票干嘛啦？啊，这不干我的事情啦。嗯、黄仁勋讲得很清楚哦，我跟你讲得很清楚哦，按赞按赞。真的暗战，暗战你财富自然来。那当然，如果说你不知道该怎么操作，来车送给你们了、啊。这妈的，一台才2000多万而已。嗯、反正一季的费用服务你一整年呐、啊，然后真的只要360呐、啊，然后呢少了百分之百，反正啊光时间就是再念一遍，光啊少了百分之百400多万又都广告费用，是真的只要360呐、啊。我们电话号码02-2392-3988，永远相信事前预告。才是真的干最屌好，记得有任何问题请教专家，下个礼拜一还有更精彩节目内容，2点钟持续锁定未来事件部，我们再回来，拜拜。